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Danny 蔡佑琳。每一个阶段都是人生的积累，都应该好好为自己尽心负责，没必要为了外界世界委屈自己，满足他人愿望或吸引他人注目。想要为自己进修、读什么学校、挑选怎样的伴侣、过怎样的生活，其实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中。确实的为自己立下目标，确切的为未来生活提早准备，其余的都是无关痛痒的干扰。你的委曲求全不该是你的成全，全心奉献的职责义务不该只是为了成全他人的梦想。你的人生谁帮你过？人生已经够忙碌，关系已经够复杂，别让那些无止境索求你的人们消耗你。心之所向，身之所往，知道如何过生活，每天距离理想人生就会更近一些些。在最好的年纪要打算最合适的个人投资，甩开年龄及旁人毫无相关的附加焦虑，重拾你内心的自信及希望，少点迷惘及困惑，好好的去精彩绽放生活的丰富宽度。如果你准备好了，新的生活随时都能开始。